诸位同学大家好，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三贵德孝悌90。曾子曰，生也者父母之遗体也，行父母之遗体，敢不敬乎？居处不庄，非孝也。事君不忠，非孝也。立官不敬，非孝也。朋友不信，非孝也。战阵无勇，非孝也。五则不遂，灾及于亲，敢不敬乎？这条啊，出自于《建区礼记》啊，《礼记》里面记录出来了。曾子曰啊，曾子是孔子的传人。曾子啊，在孔门呐 啊是传法的人啊，传孔门心法的人。曾子讲：“生也者啊，生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身体，父母之遗体也。”我们现在这个身体是父母啊遗留下来的啊，所以说父母之遗体啊，我们的身体啊得自于父母，没有父母就没有我们这个身体，所以我们的身体是父母遗留下来的身体。行父母之遗体，我们身体是父母遗留下来给我们的，那么我们现在呢在行这个身体啊，行就是说我们在使用啊这个身体啊，我们身体的行为啊，在佛法讲身口意三意的行为啊，这个是行啊，行父母之遗体。我们这个父母遗留下来的身体啊，我们平常生活上的啊一些言行，敢不敬乎啊？就是说啊，怎么敢不孝敬呢？啊，这个敬是孝敬。那下面呢啊，就给我们讲出来了啊，这个怎么样才是孝敬父母？怎么样来行父母之遗体才是孝敬？第一个是居处不庄，非孝也。居处就是我们平常啊居住的处所，不庄重。这个自己本身啊起居作息不正常，居住的环境啊不整齐不干净啊很乱啊，这个是居处不庄啊，自己生活不正常啊，住的环境啊不整齐啊，这是不庄重了啊，居处不庄，非孝也，这个就不是孝敬了，没有尽到孝了，这第一条。第二条，事君不忠，非孝也。忠是忠心，这个为国君、为国家办事啊，为团体办事，这个没有尽心尽力啊，这个心不忠诚啊，这个也不是孝敬的表现啊。这个第二条。第三，立官不敬，非孝也。立官就是到职了，这个立官就是你到了哪一个职位，那么对这个职位的工作事情啊，这个人事物，那没有认真负责啊，就不是孝敬的表现了，也就是说没有尽到责任啊，尽到自己
这个职务啊，这个官职的责任没有认真负责啊，这个不是孝敬的表现。第四个呢，朋友不信会孝也，跟朋友往来交往不讲信用，这个也不是孝敬。第五，战阵无勇会孝也，战阵就是打仗啊，去当兵当军人啊，如果不勇敢上战场啊，这个也不是孝敬啊，所以当兵当军人啊，啊要勇敢，作战的时候啊要有勇敢不怕死的精神啊，作战的时候如果没有勇敢的精神，怕死退缩，这不是孝敬的表现。这五个方面做不好，那么就会损及父母的名声啊，他怎么敢不慎重？所以这个五个方面啊，讲的是反面的，那反过来啊，就是正面的。身体是父母遗留下来的，那么我们这个身体的行为啊，不敢不孝敬。我们居住的地方要庄重，要整齐，作息要正常。那么出去为国家为团体这个办事啊，要忠啊。我们到一个团体一个单位，到那个地方担任一个职务，要认真负责啊。朋友要讲信用啊，如果当军人啊，作战要勇敢，那不能怕死。那这个五方面呢，都做到了，才是孝敬父母。这五方面如果做不到，灾及一切，那就有灾难呐，连累到自己的父母亲了。这对这五方面怎么敢不慎重、不恭敬呢？好，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。祝大家福慧增长，华喜充满，阿弥陀佛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，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。